家好，欢迎来到可托频道质量院士系列。咁我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唔同嘅国际组织。咁咧，今次咧就轮到全球华人品质联盟 World Alliance for Chinese Quality WACQ。咁我哋过往好多活动啦，呢一幅图咧就summarize 咗我哋唔同嘅活动啊，咁啊都好多地区，我哋其实喺唔同嘅 member 入边咧，都互相举办一啲峰会啊、论坛等等嘅。咁啊，讲讲咧，其实我哋呢个全球华人品质联盟咧，系喺2015年开始构思同埋成立。咁主要咧係由中國質量協會啦 （CAQ）、中華台北品質學會 （CSQ）、香港品質學會同埋新加坡質量學院等等喺2015年共同發起嘅。我哋聯盟嘅主旨咧係為世界各地嘅華人搭建品質溝通嘅平台，即係呢個係一個 platform 嚟嘅，凝聚全球從事品質事業嘅華人的力量，同埋構建具有華人特色的品質管理體系，推動最佳的實踐 best practice， 同埋提升華人企業品質管理水準同埋品質的形象，弘揚優秀的中華品質文化。咁呢個咧就係最初成立的目的嚟嘅。咁我睇翻我哋個 history 同 timeline 咧，即係話。最初係成點咧？其實就可以追溯到差唔多成8-9年前啦。咁啊，2012年嘅時候咧，中華台北品質學會中質協、香港品質學會同埋新加坡質量學院咧，咁我哋聯埋一齊就發起一個咧，我哋叫當時叫做 Chinese Quality Forum 華人品質論壇，就係最初嘅時候。其實最主要就係楊教授、楊錦洲教授咧就提出我哋一起搞啦。咁就喺2012年5月25號嗰陣時候，由中華台北品質學會主辦嘅。當時嘅目的係透過我哋嘅華人品質管理嘅學者啊、專家啊、實務管理者一起咧去思考、構思同埋建立一個適合華人嘅民族性、文化背景、生活習慣之下的品質管理的運作實務模式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一屆嘅時候，大家嘅參與者啦。咁啊，最初啦，喺2012年之後咧，第二屆嘅時候咧，到2014年咧就輪到去咗我哋香港嗰邊搞啦，就喺城市大學入邊嘅第二屆。咁咧喺第二屆嘅時候，我哋都邀請埋泰國品質學會過嚟幫手一齊去參與嘅。咁啦，到第三屆嘅華人品質峰會嘅時候咧，就由中質協搞，就喺北京啦。咁嗰陣時咧就啱啱係第15屆全國追求卓越嘅大會，加埋我哋嘅華人品質論壇一起去搞。咁喺呢度咧，就正正咧，我哋就會開會成立，將呢、這個搞咗3年嘅論壇咧，華人品質論壇就將佢擴大，變成一個聯盟。咁當時唐曉清教授咧就 chair 我哋個 meeting 咧，就同我哋傾呢樣嘢嘅。好啦，咁之後咧，咁第一屆嘅全球華人品質聯盟搞的全球華人品質峰會就正式舉辦，咁就喺香港係第一屆啦，就亦都喺我哋城市大學啦，咁就喺2016年嘅7月8號啦。咁第二屆咧就輪到係CSQ 啦，中華台北品質學會，咁咧就喺淡江大學嗰度嘅，就係2017年啦。到2018年咧就輪到新加坡質量學院，就在呢個 NTU 的 One Love Campus 嗰度咧，就係搞喺2018年11月。咁咧一直都去推動呢樣嘢啦，就變成全球華人品質峰會。到第四屆嘅時候咧，咁啱咧就係撞
中質協的全面質量管理推進暨中國質量協會成立40周年的大會，我們就一起搞，就是第四屆的全球華人品質峰會。我們都完了這個品質大會之後，我們都一起 去分享華人方面的品質管理。跟住咧，去到第五屆咧，就我哋新嘅 member 就係澳門品質協會啦，品質管理協會。咁咧就由佢哋去搞。本來我哋原本嘅安排就係澳門論壇，跟住珠海去 visit。但係咧，好可惜咧，就喺呢個新冠肺炎個 period 之下咧，咁我哋就唯有係轉咗做 online 啦。所以喺上年的9月呢，是第一次我們做全球華人品質峰會的用 online 的形式去做。我們的 member 呢就有現在啦，最主要的中質協啦、中華台北品質學會啦、香港品質學會啦、澳門品質學會啦，還有新加坡質量學院的。咁咧新 member 咧應該係泰國會加入啦，同埋台灣嘅健康質量學會啦等等咧都會加入。咁我哋陸續都會有新嘅 member 加入。而喺我哋香港為代表咧，就由Dr. K.S. Chin 啦、Dr. Anton 同我咧就係代表係入佢哋嘅 ESCO committee 嘅。咁每一個organisation 咧喺呢個華人品質。全球華人品質聯盟呢，咁就可以有3個代表係喺個 committee。 我哋每一年都會開會啦，用網上形式又好，實體形式又好，可能開1至2次嘅會議，就係、是、安排每一屆嘅品質峰會。咁來年呢就會嚟香，即係今年啊就會嚟香港搞啦。咁我哋初步都會喺城市大學，就大概應該11月到啦。咁希望到時疫情能夠控制到，大家打了預防針又可以那個旅行氣包又可以造成呢，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來到香港啦。如果不是呢，可能我們都是用 localized 的 online 加 offline 一起去做啦。好，咁介紹到呢度啦。咁我哋都講返我哋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呢，其實對於唔同嘅國際質量嘅機構咧參與度都好高嘅，咁我就一直會把呢啲唔同嘅活動啊，或者我哋之前發表過嘅一啲conference paper 啊，或者論文咧，咁我都會再同大家分享嘅。好多謝大家收學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